好啦，金银岛明星世界澳门打比大赛一开闸嘅时候咧，咁啊里边咧较为快啲嘅追英咧，梗系痴难啦吓。咁啊，但系外边咧见到又连连进咧都擒咗上嚟，后边跟住咧独步天下咧一个内栏，出边马都唔慢嘅啲垂爱合金啊，咁啊跟住啲飞龙在天啊嗰啲咧攞咗埋去内档。咁啊，睇下先啊！中間咧仲有隻成空精神咧，而家啊進戰上嚟呢個第二位添嚇。好啦，再後啲嘅馬啦，先見到啲幸運孖寶啦，出面又有啲清風明月啦。咁啊，然後咧包尾嗰幾隻咧，就係啲咁嘅國金星球啦，就喺個外檔。哎，喂，弊啊！嗰只咁嘅不醉無歸啊，暫時咧就喺個尾嗰度嚟喎。哎，咁啊點算咧？睇下佢點跑法啦啊！好啦，喺對面直路嘅時候咧，放頭啊，見到咧，你係呢只追鷹咧，咪黐住條欄嘅，外面拍住佢一齊嘅咧，就係呢只垂愛合金，一個馬位多啲，跟住延安龍啊，喺內檔慢慢攝下攝下攝上嚟咧，就頂住咗嗰種咁嘅成功精神喎，成功精神啊，波咗出去，咁啊後邊第三碟咧，竟然見到灰馬飛龍在天啦，咁啊再後啲多咧，然後咧就有獨步天下啦，咁啊先至咧內檔嘅只連連進，咁啊外邊上嚟嘅清風明月啊，咁再後啲多咧彈下彈下嗰只幸運孖寶嚟咁，咦喂拉出去外檔嘅，見到只不醉無歸一路飛出去啦。咁啊，俾人仲頂一頂添啊！咁就，哎呀，撐啲碌咗落嚟啊，飛咗出去大外檔嗰度。好啦，翻入嚟直路睇下先。獨步天下而家佔先，但灰馬追得好勁啊！呢飛龍在天啊，喳喳聲上喺內檔上嚟咧，有隻延安龍。喂，大外檔仲嚟啊！不醉無歸啊，好犀利！三爬兩半啦，喺外檔度逢馬過馬。哎，呢度不醉無歸第一啊，第二名嘅咧就係呢只飛龍在天。延安龍第三，哇！真係邊個諗到佢可以贏啊？個個諗住搣飛啦，嗰度都咁樣翻嚟都贏得到，你真係冇得拗啊！真係，哇！咁啊，點樣先唔贏咧？真係好似跌落嚟咁滯啊！嗱，睇睇呢度啦，再睇呢度飛咗出去喎、哦，成只馬跪，就睇佢胎有成乜都係，好似踩到嗰只垂愛合金嘅後蹄嘅嚇。不醉無歸，唉，咁啊，踩到只清風明月啦，應該可能係啊，清風明月後蹄，哇，咁樣都贏得真係犀利。好啦，睇埋呢個緊張時刻先，嗰邊馬咧入緊閘噶啦，哇，咁都贏得厲害。一三八。
王系列第二关一级赛金银岛明星世界澳门打比大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胜出今季呢项大赛嘅马匹系嚟自刘志森马房由张智立策骑嘅五号马不醉无归，恭喜晒！有请 Yoho Group 執行董事林显威先生颁发胜出马主奖项，有请马主代表陈景龙先生以及李远发先生，恭喜晒！唔该晒林显威先生。依家有请上进国际控股主席范荣廷先生颁发胜出练马师奖项，有请胜出练马师刘志森先生，恭喜晒！唔该晒范生。现在有请上进国际控股执行董事方日明先生颁发胜出骑师奖项，有请胜出骑师张哲林，恭喜晒！唔该晒方生。跟住落嚟系纪念品嘅致赠仪式，有请澳门赛马会主席梁安琪女士将纪念品致赠俾 Yoho Group 主席欧妙良女士。唔该晒两位，有请两位留步。依家有请欧妙良女士将纪念品致赠俾梁主席。唔该晒两位。好啦，主礼台咧即将会拉起彩带，有请台上嘅嘉宾一齐合照留念。恭喜晒五号马不醉无归，胜出今季金银岛明星世界澳门打比大赛。有请工作人员递上香槟。恭喜胜出今场大赛的马主、练马师以及骑师，感谢 Yoho 集团对澳门赛马会以及澳门赛马事业的支持。今日第五以及第六场的冠名赛分别会举行第五场的金光大道上联赛以及第六场澳门罗斯福赛，多谢 Yoho 集团的支持，多谢晒。颁奖仪式圆满成功，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嘅同事。